他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特色菜，金芥炒黄瓜。主菜是这个金芥啊，这个是湖南、湖北、江西可能比较产的夏天的一个菜，时令菜啊。另外一个就是黄瓜，我们先把这个金芥给炒好，放点水浸泡起劲。黄瓜呢切片，好，我们就里面蒜瓣，备菜呢就完成了，我们可以上锅开炒。清脆爽口的金芥炒的黄瓜啊，就做好了。